这份客户案哦，已经我要爱的内容啊。啊，不过内面无预算评估表。董事长，这部分阮回去会随处理。明仔中来之前，传到我的秘书。好，多谢董事长。那呢，阮就先走啊。这样尔紧哦。多谢董事长。多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点点多哪会给这等的人送遐重要的资料？我嘛感觉真好奇啊！啊，不过这份客户书已经有我要爱的物件80%啊！这个曾成功真正是一个人才，替我联络点点多的头家，我要跟伊见面，我要甲点点多买落来。是。好，我知影，我先回去啦。手表袂记查。秦无脑。电话哪在遮？我刚拄则咧找无。秦无脑是啥啊？这道理名较歹记啊。加班这款菜，只名哪会歹记啊？你是不是应该食银杏？那无你嘛用去开脑啊？唔系遐尼计较啦，食物件。下属哦，拢会替上司哦，号一挂外号，我是会当体谅的啦。你别这么幼稚，这么幼稚，嘛甲我号外号。幼稚，袂歹呢。你看，真幼稚。唉，扫扫去啦，无紧啦。非得咱嘛无啥物机会做同事啊，随在你啊。没事哦，拄只敲电话来。等，我准备去。你讲。我都接受这新的物件，你想都唔听，你真正是那是真正啥？真正是秦无脑。我无讲的，你讲的啊。维持讲哦，郑董事长今该曾成功的企划，阿兰随哦提出预算。大家给。你看电话维持都怎样？你都讲那想都讲无过关。我哪有讲啊？是你伫遐一直碎碎念了无？预算表都交予你啊。哦，啊你嘞？我等下要甲球鞋厂商见面，等下了要看全部的预算，你应该是无聊，曾幼稚副组长。哦，曾幼稚先生，毕业卡，毕业卡，哥哥。啊！假如这阵要下个阶段哦，咱都要先选择啥物款的网络。陈龙哥，郑董事长来啊！得当，得当哎！
我敢有甲恁惊扰到？袂啦，啊你今日来哪会来啊？我想要甲伊讨论一下顶个恁写的客户案。哦，你想要了解多一部分？你即个写的客户案，甲顶两个写的风格无同款，我想要了解原因。其实即个客户案是阮组长写的啦，我想让伊来向你解释，安尼较清楚。你若是对阮的客户有啥物意见，我会当写 email 给你，文字记录较方便，可以当避免一寡误会。原来你就是点点多策划组的组长。若是无其他代志，我阁要开会。组长，为什么对郑董事长这么冷淡嘛？对啊，若是得罪到伊 ，case 无法咱做，安尼是变哪？我拄则看地当甲你讲话态度，恁两个熟悉哦。你喜欢吃巧克力哦，但是小朋友不能吃太多，会助眠。嗯。哎，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爸爸叫郑德龙，妈妈叫秦嘉芬。秦嘉芬。我知道你想要问啥，若不是副总会讲，若无摕到这个 case， 咱就准备包好啊，看看等于吃家己啊。我想你嘛袂跳落来争取着无？我无想要再用你这个 case， 迄是因为我无想要甲郑德龙见面。干那即句话？好，你希望我讲啥？你敢知你已经让感情去影响到你的工作啊？我无啊，我只是无想要甲伊有任何的交叉。你无想要甲伊有交叉，你会当找我参详啊？敢讲我这个朋友无达到你信任？你拄只讲因材施教，讲起来真简单，啊，不过要做真困难。若是想要了解伊，就要甲伊深交，啊，不过这关系有可能变成好朋友，以后我会招牌出来。在职场上，既要有同事，也要有朋友。啊，是讲自头到尾，你都无把我当作是你的朋友。我只是无希望咱公司接伊的 case。那安尼是安怎？你阁要接这企划案？我袂当失去这个头路。你无想要公司接你真爱的 case， 你阁无希望失去这个头路，这要哪有可能啊？你刚才我是安怎要才用你这个 case？ 我当然知啊，啊，不过工课还工课，感情还感情，好无？我甲伊已经无感情啊。既然用你这 case 已经接落来啊，广告的费用你分配好势，才交给我。你组长啊，你什么时阵来，我就什么时阵努力。下班进前。
是讲吼，组长跟郑董事长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得有，组长之前一定有跟永利健接触过，所以才会知影郑董这么难搞。我跟小美学的同款，而且迄个时阵应该是合作失败，组长才会对地当署长的态度这么冷淡。我感觉吼是学长暗恋学妹的关系。你看起来确实玩笑啦，组长才会用迄款口气甲地当署长讲话。啊，那安尼郑董事长回去想想的，敢要把这个 case 收回去啊？那若是组长甲成功哥无摕到永利健这个 case， 安尼就必须要离开公司呢。哈，这尔严重哦？对啊。哇，恁今嘛够时间了聊八卦？是嫌工作太少是无？组长要咱赶紧把预算表做出来。陈光哥，你感觉组长跟郑董事长什么关系？组长的代志，你赶做要创啥？阿明姐嘞？伊去影院买修改物件。恁叫明姐去做代志，啊，恁三个坐踮遮咧聊八卦。嘿嘿，我跟你讲哦，你马上把广告费用的分配做出来，你负责线下，恁两个负责线上。三点半进场要无？要得无？三点半，安尼时间无够。时间无够，恁拄则卖点么聊八卦都有时间啊，对不？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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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。欧巴。